你哋中唔中意食 cupcake？ 好，好啊 ，cupcake， 冇人会讲中文名，你留意一下 ，cupcake 嘅中文名好似到而家都未有一个正式嘅名称，成日我哋嚟整 cupcake 啊，啲女啊成日咁讲，正即系一个统称嘅中文名未整好，杯糕啊定咩？听起上嚟就唔知系咩嘅啦，好难听咩叫杯糕？大陆就有咩杯具就咩悲剧咁讲嘛，即系佢哋就系好中意大陆有咗啲同拼音就会改啲其他字就叫咩杯具咁啊呢个咩杯糕听起上嚟就唔知系咩嚟嘅咩杯糕啊咩意思啊个杯好高啊定点样啊？会糟糕啊，或者点样？总之系听起上嚟就唔知点啊！你有几多个人会？而家我想知道杯糕系咪一个统称嘅中文名？定嘅咩啊？一口蛋糕定咩？嗰啲咩一口咩？之前有啲咩一口饺子啊？乜鬼嘢嗰啲啊？哎呀，争少少啊！有人话叫纸杯蛋糕都啱喎，系喎吓，啱喎。是喎，真係紙杯蛋糕喎，真係喎，原來一早已經有，原來一早已經有發明咗，原來香港人真係聰明嘅，早幾二十幾年前一早發明紙杯蛋糕，你話有而家先嚟興，人哋都笑而不語，人哋嗰啲蛋糕店。小的糕饼店已经笑而不语啊！而家先系喺度，唉，又搞埋啲鬼佬，又搞埋咩花神嘢啊？佢话呢啲啊，十几年前我哋已经整纸杯蛋糕啦，而家仲嚟整哇纸杯蛋糕。之前我记得我有啲朋友啊，大学嘅时候就喺度话男同学嚟嘅，就喺度同我呻，佢话有冇发现个男仔搵？你要揾補習咧，即係你去想揾建工建補習係好難，你留意一下。佢就會你嗰啲招聘廣告咧，補習老師咧，佢通常都係咁嘅，就話一定要揾女仔嘅，你留意一下。你 search 下，跟住咧，通常例如話女仔就一定揾女仔補噶啦，女 miss 就我驚，可能佢會驚個男老師同佢發生愛情關係啊，或者點啊？或者惊非礼啊嗰啲咁，叭叭叭，跟住咧好奇怪，但系男学生咧一样都系揾翻女仔嘅，女 miss， 你留意一下，即系惨喎，做男仔读大学揾嗰啲部话想兼职咧系难揾钱好多，因为全部个都揾女 miss， 冇人话揾男 miss 嘅，你有冇啦？乜黐线咩男 miss？ 冇人揾下男老师嘅。你留意一下，好，你有几多个会一定揀男老师嚟补习啊？有几多个？会唔会弹中？你哋会唔会为呢个男老师唔够靓仔？我想要啲黑执事咁型嗰啲，唔要，即刻佢女仔唔要啊，都唔靓仔噶，都唔系好似嗰啲日系美男木村拓哉嗰啲。我话你靓啊，好似木村拓哉，如果好似达叔呢啲咁长头发，一入去揿钟之后，你家长、你阿妈就会即刻闩门病噶嘛？咩长头发 ，bye， 嘢都唔使讲，佢话我阿 Miss 嗰啲张系我大学毕业证书，咩一级荣誉，唔使啦，啵，即刻关门啦，佢吔屎啊，佢话即刻唔得啊，尤其是太靓仔，肯定更加唔得。话俾你，哇，用乜嘢我女冧咗你啊？佢话唔得，佢话要不得。此老师要不得哦，佢即系咁讲，佢会同你嗰、那个，佢会同你讲啦，话啱啱嚟咗个丑八怪，我唔会俾你嘅，佢话好样衰嘅，佢话佢话好似 Outlast 嗰啲黐线佬 ，Outlast 围裙啊嗰啲，嗰啲癫佬咁啊唔好啊，佢话我已经自动帮你过滤咗啦。你们，但其实你老木村喂黐筋吓，系啊，即刻请我食闭门羹 ，bang！ 佢成日唔读书练波，总之系听起上嚟就唔知点。